小朋友，请见过这个小孩吗？ 你见过这个小孩吗？这么高，小朋友，别吹了，好不好？叔给你100块钱买糖吃。 十来年没打架了，你非得逼我是吧？ 小龙女吗？教授，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只血兔。是的，您看这只血兔，没心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。血兔是医学界的奇迹，它的诞生将挽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可是这只血兔已经被不法分子盗走了，到现在还下落不明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兔子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前心甲。行，咱们取回兔子，然后去报警。好。 啊！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捡了过亿只兔子？他们的意思是，我们是坏人，我只是想……哎，乔丹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坏人，我只是想去找兔子救命啊！哎，小朋友，交出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把兔子交出来！你干嘛？为什么要让小朋友？不是是要兔子吗？放开他们！ 这只血兔，现在，警方通缉的是你们。这只兔子是医学界的奇迹。如果我可以拥有它，它就能带来一大笔财富给我。<笑>你们两个实在是太优秀了。什么？你个小胡子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！放了我们！ 老板，您的兔子到了。乔南，乔南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不要管我们。乔南，你赶紧离开。赶紧离开。我的东西呢？ 先把他们放，兔子就还给你。乔南。
老板，小孩跑了。 朋友，你胆子真大，敢跟我斗！乖乖的把兔子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，先把人放了。 Thank you.
今天我受伤了，别逼我出手，听见没有？小心我逮你！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 小疯子，有本事冲我来，别欺负孩子们！什么？